那自然界的万物形形色色啊，样态也非常的丰富。诗法自然，以自然寻找灵感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智慧。那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我们的全人的创作者里奥纳多达文西，就曾经呢以观察鸟类飞行的姿态，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就是飞行器的设计跟发明。其实今天呢，我们开始要带同学进入到这一系列的服装造型实验的这个创作练习，非常建议同学不妨我们可以试着以仿生设计的这一个概念，从大自然汲取一些灵感作为一个切入点，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作品增加一些精彩可看的可看性，这样子。那其实呢，今天就仿生设计的这个设计概念是有非常多面向可以开始进行探讨的。当然在定义上它一定也有非常精准的这个狭义的定义，但也有广义的定义。我们可以先就狭义的这个部分呢，先跟同学简单的做个说明。那其实在狭义上呢，我们往往会把它定义成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比方说动物或者是植物，它们这些不管是化学或物理作用上，它们可以运行的一些机制，可以看到像是它们的造型，外部的造型，或者是颜色，或者是一些它内部的这些结构啊，或者是它运作的这些机制，都会是仿生设计可以参考的依据。但如果来到广义的定义上呢，其实在大自然的任何现象都有可能变成我们参考的一个灵感来源。比方说好了，像是燃烧中的火焰，或者是海洋的潮汐，这些没有固定形态的这些元素，自然界的元素，但是它们却也有可能成为我们设计灵感的启发来源。那所以其实呢，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一个造型服装的这个实验的创作练习上呢，我会非常推荐同学，我们可以试着从仿生设计的这一个概念作为一个切入点。当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入到设计的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啊，会非常建议同学，我们可以去试着思考看看，刚刚提到这个仿生设计有哪些重点的概念，希望同学可以导入你的创作理念里面。那我会非常建议同学从四个角度切入哦。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颜色。颜色，你可以去观察这些动物的或者是植物它们特有的颜色有哪些，可以作为你发展的依据。那再来是它的造型，因为其实哦，像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贝壳这个鹦鹉螺，大家所谓的黄金比例的这个造型，那再到一些不同的动物植物的这个样态，它们的外表造型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发挥点。那再来呢，就是它的功能哦，有时候呢有一些动物啊植物它们的一些造型连接上功能的这个关系哦，是非常有趣的，是值得同学也可以去观察跟探究的。所以这个部分功能上哦，第三点功能也请同学可以去稍微做个注意。那我们刚刚讲了颜色、造型、功能，那再来就讲到结构了。因为我们要完成功能这件事情呢，它的结构往往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如果你可以从结构这个部分去思考一下，去观察说，诶，你关注的这个仿生的这个对象，它有哪些结构上的优势或者是特色，那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依据。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服装设计的这个部分哦。当我们今天如果开始去做一系列的这个草图发想的时候，其实在创作上呢，我会非常建议同学，我们可以从两个面向去切入哦。那我们其实服装设计图啊，有非常多的这种因为它需求非常多的呈现方式，但基本上呢，我们会请同学就两个部分来做一个练习。第一个部分呢是非常关键的，叫做服装效果图。服装效果图呢，重点在于什么？在于表现出这个衣服或这个造型你选用的材质，当今天在着装穿在你的模特身上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效果？它会有哪些材质的质感表现？
那也因此呢，你在绘制的时候啊，没有一定的比例限制，但我会非常建议同学，你可以试着以八头身的这个比例作为一个发展的依据。那同时呢，以这样的比例下去去进行的话，你也可以去就一些细节方面更仔细的描绘。那不同的布料或不同的选材配件，这些材质的搭配上呢，都会有不一样的效果。那其实在服装效果图这个阶段呢，未来如果你发展完你的服装效果图，方便你继续未来的创作上，会建议同学你也可以去试着把一些样品，比方说好了，你找到这个布材的样品或配件的样品，可以剪一小块的样式贴在旁边，钉在旁边，作为你之后去找寻或实验制作的这个依据。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下一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服装结构图。那在专业领域呢，也会称为所谓的机械图。机械图，那服装结构图呢，其实重点是什么？这一部分的确在同学这个阶段，你可能比较难去详尽的做一个练习或者是一个操作，但我们可以先了解它的原理。其实服装的结构图呢，在这里哦，未来上是要作为一件衣服到成型中间的一个很关键的桥梁连接，它必须把一件衣服该怎么样去拼接，该怎么样去缝纫，该怎么样去把每一块的面板去做一个组合，这个部分去仔细的规范出来。所以你可能会就它的长宽，就它的这个比例去做精准的测量。但由于同学可能在这个初阶的阶段上面呢，我们其实比较难去做这一系列的掌握，所以我会非常建议同学在这个阶段上呢，我们可以试着去绘制看看，但重点还是可以将你的服装效果图这个部分好好的完成。那其实当同学可以顺利的完成所谓的服装效果图跟服装结构图之后呢，接下来其实会非常期待同学可以透过文字将你的一系列的设计思绪仔细的详述出来。那要写些什么内容呢？其实不外乎是你的创作理念，因为其实透过文字，当然未来你在发展上你也更好去做一些记录跟详述。那再来呢，还有一些你材质上的选用应用的这些参考依据，你想要强调的一些制程制作的方法，都可以在这个阶段以文字的方式描绘出来。当我们完成这三个大部分哦，刚刚所谓的服装效果图、服装结构图，还有我们的文字描述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可能就会请同学开始进行实作的这一个部分。那建议同学尽量是以五件的这种系列做，以你选定的一个主题去创作出一个五件式的一个设计之后，你才有办法精选出厉害精彩的作品啊！千万不要因为画了一件你就觉得OK， 那你其实也没有把自己推到一个极致哦哈！尽量建议同学可以多去发想啊，把你的这个设计推广推深。那其实李庆同学这件作品呢，它是以蟒蛇为它的创作灵感来源。那大家都知道，其实爬虫类动物啊，它们最大的特色是身上带有鳞片，所以其实它在创作的时候啊，它就特地去选用了有鸭纹的人造皮革的这个媒材去做一系列的创作。那当然，它在它的造型样态上呢，其实它也思考到了，就是蟒蛇哦，它们在示警示威的时候啊，会有一系列的攻击的样态，所以它就把它的这种头部这个举起的这个姿态变成它头饰的设计。那再搭配上它这个修身的这个剪裁，其实你会发现哦，这件衣服它是非常适合舞者去穿的，展现曼妙舞姿的一件舞衣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创作影片里面，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展示，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创作。那洪瑞谦同学这件乌鸦的作品呢，其实它就并不是受限于所谓的服装设计这个部分了，因为我们其实知道服装设计或者是造型设计呢，其实它牵涉的层面可以非常的广泛，它不一定仅止于服装上，它可以在配件上也做一些有趣的发挥。那其实瑞谦同学呢，他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其实创作的是一件头饰，一件头饰。那他从乌鸦的概念去做发想，他那时候说到，他觉得乌鸦是在文化上代表其实是跟死亡或者是一些不祥之兆有连结，但其实他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想象，他想要把它做成一个暗夜的使者，所以他就从乌鸦的这个造型哦，不管是他的这个尖喙，嘴巴这个尖尖的这个喙的这个造型，或者是他羽毛耸立的这个形态，他就去从不同的材质面去做一些尝试。像我们知道喙的这个部分，它会有
金属的反光光泽，它就是用选择的这种有反光质感的这个材料去制作的。那像羽毛这个部分，为了要达到耸立的效果，如果它是单纯使用羽毛，可能就没有办法支撑起来，所以它其实是用厚卡纸板去经过剪裁之后粘贴而成的。那再搭配一些金属的配件去做一些组合之后呢，其实是一件非常有造型感的一件作品。那其实林俊煌同学的这件贝壳的作品呢，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探究的呢，其实是鹦鹉螺的这一个结构的构成。那在创作上呢，他开始去研究如何把这一个头饰去做一个伸展跟伸缩的一个变化的组合。那在结构上，他其实是采用了厚卡这种纸板去做一个模型的练习。那其实透过钉扣的方式，然后巧妙的运算各个元素之间的间距，那其实可以构成它这个活动性高的一个作品。那我们可以从影像中看到它其实是可以去做拉伸啊重组的这个部分，依照它佩戴者的需求，是一件蛮值得同学可以去思考看看的一个方向。那其实这件蝴蝶的作品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以一个百褶裙的方式去呈现出蝴蝶的这个细节的样态。那当时呢，他在思考的时候，他的草图绘制了非常多组，那其实主要还是从蝴蝶身上的这个斑纹黑白相间的这一个层层的这个层次感去发想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一件百褶裙，但它极具巧思的呈现了这个镂空的这个状态，所以它是以白布垫在黑布下面作为一个衬布。那在黑布上面呢，我们去做一个挖空的镂空层次。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在穿着的时候呢，不管是活动上或者是静止的状态，都会因为它的这个层叠的状况呢，有一些阴影上的变化，那也展现出蝴蝶展翅的时候的这些细节的动态。那我们其实可以也注意到同学在创作上啊分享他的这个创作心得哦，也有提到的确你透过实作，你才会知道所谓在制作上该预留的这些所谓缝缝或者是材料的预备材料，这些东西需要有缓冲的，你没有办法很精准去计算你需要准备的这个耗材的时候呢，其实可以预留一些空间，让自己在创作上呢比较不会受限于材料的限制。那其实许瑞婷同学的这件小丑鱼的作品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也观察了小丑鱼的这个身上条纹的这一个特色，从黑色白色跟橘色这个相间的这个带状呢，变成他后来发展这件衣服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非常的细腻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仅仅观察到小丑鱼的外形，他也试图转化他小丑鱼的这些造型的特色。比方说好了，他将鱼鳍尾鳍的部分呢，作为这件衣服的袖口跟裙摆。那其实你在走动的时候呢，就如同他的这些尾鳍在海浪间拍打的这个效果，是一件让人觉得精彩的作品。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了解到，的确打板这件事情在高中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记得你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去获得的，不管是你的长辈前辈，或者是也许家里有认识的人有从事过裁缝相关的一些工作领域，其实都可以作为请教的对象。那其实怡真同学这件海浪作品呢，其实是我们刚刚提到所谓的广义的这个仿生设计的概念了。它不是以一个有机生物这些有生命的这些动物植物为参考的依据，而是由自然现象像海浪这个潮汐去作为它灵感的来源。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观察的是一个海浪的动态的变化，不管是大的浪或者是轻拍在岸上的这个小碎浪，都变成是他当时绘制草图的一系列的这个变化哦。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泡沫啊或者是一些褶皱。那其实在最后选定的这一件草图呢，他想要呈现的是一个在联动
当你一个人在行走的时候，它可以联动出来的这个动态展示出这个海浪的效果，所以其实它的剪裁相对的简单，但在颜色上呢，它掌握了海浪的几个层次，不管是不同色调层次的这个蓝色哦，从深蓝色到碧蓝色，那或者是浪花的这一个白色去做了一个选用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选材上是以有皱褶的这个细的薄纱来做一个搭配。那在穿着上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它的这个蓝色的这个薄纱其实是连贯到裙身跟它的手臂的，那变成一个连带的效果。当你在走动或者是旋转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动态的变化，那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呈现。那其实在最后呢，是非常希望同学千万不要受限于这些现实上的考量而影响你的创作，因为我们都知道的确不管是预算上啊或执行层面上啊，可能会有种种的限制，但我们相信其实透过练习主要帮助的是什么，是你的设计思考能力，还有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设计思考能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可以从仿生设计的方式去切入，去寻找你创作的灵感。那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我们试着去找出问题，解决它，如何用不同的方法，像刚刚提到，我们可以从自然界的拾得物，一些树枝、树叶，或者是呢一些相对便宜的这个材料去做一系列的创作，这都会是一些很好的选项。那当然我们也会建议同学哦，不要觉得自己办不到，你可以尽量去发想看看说你还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取得的，像我们提到你可以由你的长辈、你的前辈、老师，或者是也许可能家里的爸爸妈妈、阿姨、叔叔、伯伯，可能过去曾经从事过相关产业，可以从他们这边获得一些相关的资源，是非常有帮助的。